戒相经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五戒相经心要经文的部分呢，已经圆满了。后面呢，还有弘一大师的补释，就是补充解释偶遇大师的签要。我们今天呢，接着来看这个补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补我们是讲到，若教他饮酒者，厌厌二俱绝罪。厌厌绝罪者，随一厌绝罪，多厌绝多罪。那么这个补这里给我们讲若教他饮酒者教他教别人喝酒，那么喝一口吞下去一口就结一个罪喝两口呢结两个罪喝的越多，那么结的罪呢就越多这个叫随一厌结一罪，多厌结多罪。喝多的罪就多喝少一点罪少一点。那么下面呢这个补宋灵芝律师云，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事多贪淡，最难节约，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准前招取足为名利，有道高士性以从己。那么这一段补释呢，是引用宋朝灵芝律师所讲的，此方多有招藏之物，气味潜在，犹能醉人。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做的这个酒糟就是酿酒那么它留下来那个渣那个酒糟。那么这个酒糟呢虽然酿成酒但是呢它这个剩下来了这些渣呢，它那个酒味呢完全都还在所以气味全在。犹能醉人你吃多了呢一样会醉的就跟喝酒是一样的。事多贪淡最难节约那么在宋朝那个时候灵芝律师也看到当时这个一般社会上的情形就是很多人都吃这个吃这个糟藏就是酒糟，最难节约那么很难去节制大家呢都在吃，想虚竹本无，故教所不至那么虚竹就是印度在我们中国西北方过去所以称虚竹。就是印度他们那个地区呢没有这个像我们中国做的这个酒糟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佛在这一条他就没有制定这个酒糟不能吃但是呢准前招取足为名利，准就是依据依据前面我们这个九戒
这篇经文里面讲的呢，有提到呢，啊，招取，啊，有提到这个经文有提到。那么这个经文有提到这个招取也不能吃啊，因为它还是有酒的气味在啊，吃多了还是会醉的。那么经文有这个明显的文字啊，足为名利，足就是足够啊，作为我们证明啊，做一个例子啊，就是这个酒糟呢也是不能吃的。有道高士性以从疾啊，那么真正啊，有这个道行的啊，这个高僧高士啊，性以从疾啊，就是这个啊，要跟戒酒一样的啊。我们接下来啊，看这个注啊，集注。换戒要件：一、嗜酒；二、酒享；三、入口咽咽皆可悔罪。这个广化老老师这个注啊，他这个给我们再加以注解啊。换这个酒戒的要件啊，要件就是构成啊。换这一条戒的条件，那么要三种条件啊，三种条件都具足了，那么就构成了换戒的要件了啊。第一个呢是酒啊，就是这个是酒啊。第二个呢是酒享啊，这个是酒。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也知道啊，那个是酒啊，不是不知道，知道啊，也认定这个就是酒。第三个呢，入口就喝下去了。那么喝下去呢，这个要吞到喉咙里面下去呀，啊，这个咽呢，就是吞下去了。啊，入口啊，咽咽，皆可悔罪。啊，这个具足这三个要件呢，啊，那么就构成了，啊，犯了酒戒这一条了。啊，就有这个罪了。那么这一条戒呢，就是受了五戒的，啊，有受这个酒戒这一条的，那你喝了就有这个。犯戒的罪，啊，但是这个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这个喝酒呢，啊，没有不可悔的，啊，它只有分中品下品啊。前面四条性戒呢有不可悔的，那么这一条呢没有不可悔啊，因为这一条它是知戒啊，它不是性戒啊。性戒呢就有不可悔、可悔啊，那么这个知戒呢？它都是可悔，只有分中品下品。所以我们看下面弘一大师的补啊，净享啊，这个净呢，境界的净啊，净就是外面啊，这个对象啊，这个净啊，这个叫净啊，我们呢，啊，这个心啊。对外面这个境界，那么这个酒呢，啊，这里弘一大师他画一个表解啊，就是一个酒，一个非酒，啊，酒就是它本身的确就是酒，啊，有酒精成分的，非酒呢就是它本身没有酒精成分的啊，这个是非酒，不是酒。那么这个酒跟非酒呢，下面呢就是这个酒非酒它就是一个境，啊，境界呢就是我们，
的一个对象。啊，这个对象呢，就是酒啊，或者非酒，啊，这个想呢，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这个心呢，对这个境界，对这个境，啊，那么境界呢，那个境界就是酒啊，那么我们心里的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我们也认定那个是酒，也知道那个是酒，这个就叫酒想，啊，那个境界是酒，啊，我们也知道那个是酒，啊，这个就叫酒想，啊，那么酒疑啊，酒疑呢，就是他那个境界的确是酒，啊，但是我们有怀疑，啊，到底那个。是真的酒还是不是酒？啊，心里啊不明确啊，但是那一个境界呢，就是那一碗啊或者那一杯啊，的确是酒啊，但是我们对那个酒呢有怀疑啊，怀疑到底是不是酒？不确定啊，那么我们这个境界是酒啊，这个境界是酒啊，那么我们心里想法呢，也知道那个是酒啊，我们就把它喝了啊，或者境界是酒啊，那个的确是酒啊，我们有。怀疑到底是不是酒啊？不管它了，喝下去再说吧。啊，那么这样啊，境界是酒，心里是酒想或者酒疑，那么喝下去啊，就结中品可悔罪了。中品可悔。那么如果是那个境界是酒，啊，那么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酒，啊，非酒想，就是啊，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啊，没有这个酒的想法，啊，就是把它当作呢不是酒，啊，就是那个的确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没有酒的想法，认为那个不是酒。这个叫非酒想，啊，但是那个的确是酒，啊，但是你心里没有酒的想法，啊，也不是想要喝酒，啊，但是那个的确是酒，啊，那么这个表姐过来，这个是非酒，非酒下面呢，它第一个是有酒想，啊，这个酒，那么做非酒想。喝下去了，啊，那个非酒就是那个不是酒，但是呢，你认为那个是酒，啊，就是你心里的想法是酒，但是那个不是酒，啊，但是你以为这个是酒，你认为这个是酒，啊，你要喝的是酒，啊，那么这样呢，酒做非酒想，啊，非酒做酒想。那喝下去呢，就结下品可悔罪，啊，下品啊，罪比较轻，那么下面呢，非酒、非酒疑、非酒想，啊，非酒疑，啊，疑就是，啊，那到底，啊，是不是真的不是酒？那么心理想法呢？啊，这个也知道呢，这个不是酒，啊，那个叫非酒，啊，比如有一些啊，果汁类的啊，像葡萄汁类的，啊，或者那个麦汁啊，啊，我们在素食餐厅常常喝的啊，那个麦汁呢，做的那个样子呢，就跟香槟一样。啊，而且还有气的，
啊，一打开呢，那个盖子还会喷出来的，啊，会跳起来的，啊，但是喝了呢，的确呢，没有酒味，啊，那个就灰酒，啊，看起来像酒，但是不是酒，啊，它没有酒精成分，啊，就像我们喝果汁一样。那么这一类呢，就是灰酒，它不是酒。那么这个境界不是酒，但是我们心里呢，有怀疑，啊，那到底呢是不是真的不是酒？啊，看起来很像酒，啊，那另外呢就是，啊，心里他也是认为啊，啊，这个不是酒，啊，非酒想。啊，不是酒的想法，啊，知道了这个不是酒，啊，那么那个境啊，也的确不是酒，那么这样喝呢，无犯。啊，如果非酒，那个不是酒，你把它当作酒在喝，啊，这个也犯了下品可悔罪，啊，因为你那个心里的想法呢，啊，你想喝酒，啊，把那个当作酒想，这个也犯了下品。如果没有当作酒来想，这个就不犯。那么这个净想啊，啊，我们就先讲到此地啊。那么诸位同学呢，大家可以根据呢这个五条戒呢，都有这个了解啊，大家呢根据这个原理啊，啊，自己做做功课。现在有网络上很多同学要受戒，我现在呢要求啊，要先考试啊，考及格了再来受。那么这个我们学完了之后啊，那么根据大家报名啊，我们这样来学习啊，再来受这个戒才有受用啊，不然现在呢。受了五戒啊，受了之后啊，实在讲啊，到底我们在持戒还是犯戒，我们有没有得戒，都搞不懂。啊，如果你没有学习这个五戒相精千要啊，而且要学得真明白啊，那么你受这个戒，持这个戒啊，才能够落实。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补啊，这个补是呢是给我们讲开源的啊，因为每一条戒呢都有它的开源，五条戒都有开源啊。那么开源呢就叫开戒啊，开戒呢就不叫犯戒了。这个补啊给我们讲，第一个食中不知有酒而误饮，就是这个饮食当中，特别我们喝汤。在汤里面呢，啊，有加这个酒，那么我们不知道啊，就喝下去了，啊，那么酒呢加了很多，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不知道啊，心里没有这个酒想，啊，也没有想要喝酒，啊，吃下去呢，啊，那才知道啊，那么这样呢，误饮的啊，这个不犯戒。这个无犯啊。第二个呢，破酒主物以失酒性，不能醉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做菜啊，加料酒啊，或者炖汤的啊，它那个的酒精啊，那个气味呢，已经烧开了啊，都蒸发掉了，那么酒性已经丧失了啊。特别我们吃素的人呢，啊，在这个冬天呢，啊，啊，有一些菜比较凉啊，加一点啊料酒啊，那么那个是煮啊，喝起来呢也没有酒性啊，喝了人也不会醉啊，那这个不犯戒啊，这个不犯戒啊，这是第二种开源。那么第三呢，病时呢，宜药治不菜，以酒为药。
这个生病的时候呢，其他的药都治不好，啊，那么这个病呢，必须用酒来做药引，啊，这个在中药里面呢，就特别多了，啊，这个类的就叫药酒，啊，那么它是治病的，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教授啊，啊，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到啊，他年轻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啊。到寺院，啊，看到呢七十几岁的老和尚，啊，他吃饭的时候呢就喝一小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啊，出家人不是不能喝酒吗，啊，后来到台中莲社跟李老师学经教，啊，就这个事情啊请问李老师，啊，那么李老师呢才跟他说明，啊，那个老和尚啊年纪大了，那么他吃饭的时候喝一小杯呢，他是当药用的，啊，帮助啊这个血液循环，啊，他是当药用的，所以在生病的时候，啊，人身体虚弱，啊，血液循环不好，当药用，啊，做药，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它是当药的，那么这个不犯啊，这是开源。第四呢，以酒涂疮，啊，那么这个是涂在皮肤外面的啊，那这个也可以用。啊，特别在这个中医里面呢，啊，这个跌打损伤啊，啊，用这种去瘀去伤的药酒。那这个这一类呢就，很常见，啊，那么这一类呢也是属于药用的，啊，第五呢狂乱坏心，啊，就是受五戒这一个人呢他精神失常了，啊，他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那么他喝的这个酒啊也算是开源，啊，不犯戒。那么下面讲宋灵芝律师云，一药不治久为药者，非谓有病即得饮也，须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那这弘一大师呢在引用宋朝灵芝律师讲，借力这条开言呢，一药不治久为药者，非谓有病即得饮也，啊，那么这一条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一药不治，就是其他的药呢就无法治疗，啊，那么必须呢以酒为药，啊，那并不是说有病啊，所有的病啊只要有病就可以喝酒啊，那不是这样的。那这个病呢也要看什么病，啊，所谓呢对症下药，啊，有的病呢他酒都不能喝的，啊，越喝就越严重，啊，所以这一条啊我们可以理解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一旦有病都可以喝酒，不是这样的，啊，这要看情况，有哪一些病呢需要酒，哪些病呢不需要酒，啊，甚至呢不能用酒，啊，这个要区分的，啊，要辨别清楚，需便以余药治之不菜，方使服之，啊，那个就是说其他的药呢治不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性质上来看啊，应该可以理解啊，这个病啊很多啊，啊，你要看什么病啊，适不适合用酒，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啊，啊，不是说所有的病啊，啊，都需要用酒啊，啊，那么补释啊，到这个地方啊是。
算是呢把这个五戒相经签要补充解释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么我们这个五戒相经签要加上弘一大师的补释那么到这里算是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还有广化老法师呢他在举出五个问题我们前面呢四条戒呢都有看到广化老法师提出来的问题这个大家呢也可以做做功课这个第一个问题呢，犯饮酒戒须具几言成犯就是犯饮酒这条戒，那么必须具足呢几个条件才成立犯罪的要件。第二个呢，饮酒戒的开源为何？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了。第三呢，略举数种饮酒的过失。这个略举啊，就是大略的。如果照经上讲啊，有36种过失。此地呢，你36种都举出来也可以或者大略呢，举出生活当中呢看到的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列举数种饮酒的过失。第四呢，何谓五心？为何不可食？这个是附带在九戒这一条的，就是五心，《楞严经》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呢？我们修行人不可以吃五心五心它也是蔬菜类的、植物的。不是动物杀生的为什么不可以吃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沙伽陀比丘已成罗汉，为何示现酒醉这个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那么这五个问题呢我们同学呢可以自己做做功课那么也是我们学习这个五戒的一个心得报告那么五戒相经签要补释集注到这里呢是一个段落了，圆满了。那么下面呢还有这个弘一大师他再把这个五戒五戒相他画这个表就是变相表解，变就是辨别辨别这个五戒的这个戒相的一个表解我们看丙二变相表解，补立表变相，罪分上中下三品，杀盗淫妄四戒皆具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故先后别列这个把它列出来了这个立表变相弘一大师呢再给我们补充解释就是他画这个表来辨别这个五戒的戒相。这个五戒戒相呢，罪分上中下三品，这个犯了戒呢那么有分上品罪、中品罪、下品罪这三品。杀盗淫妄四戒杀盗淫妄这四条戒呢皆具三品这四条属于性罪所以每一条都居足上中下三品。饮酒一戒唯有中下二品，那么喝酒呢这条戒属于遮戒它只有中品跟下品这两品它没有上品上品就不可悔了中下可以忏悔，上品不可以忏悔，故先后别列那么从
这个上品啊，先把它列出来啊，后面呢、啊，啊，再一一的个别呢列出来，啊，我们看这个表解，上品不可毁根本罪，一杀，杀人命断，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二盗，取他物，值五钱。三邪淫入道，女有三处，男有二处。四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解。那么这个第一个表啊，啊，给我们列出啊，这个五戒当中前面的四条戒：杀、盗、邪淫、妄语。第一个呢是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啊，这个不可毁就是不可以忏悔了，啊，就是丧失啊这个戒体了，啊，丧失戒体。那么第一个是杀啊，杀人呐、啊，命断。这个杀人呢、啊，把人给杀死了，啊，把人杀死了，啊，那么你受了五戒呢？第一个不杀生，那如果杀人呢，把人的命给杀了，啊，命断掉了，那这犯了不可悔罪了。那么这一条呢，我们前面学习过啊，包括现在堕胎的。啊，堕胎呢是属于杀人。啊，这个前面经文讲啊，啊，如果受孕啊有一个星期以上的堕掉了啊，你故意堕掉了，那就属于杀人命断了。那么这个犯了上品不可悔啊，根本罪。那么下面呢有这个小字的啊，若杀生身父母。阿罗汉、圣人即犯逆罪。啊，这个杀人呐、啊，啊，这个人的对象呢、啊、也很多。啊，但是下面呢，这里特别举出来呢，若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啊，杀这个圣人，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在经上看到的五逆罪。啊，出佛身血啊，包括在里面。那么这个是犯了逆罪啊，这里讲包括圣人啊，包括这个世间的圣贤啊，像这个啊孔孟老子啊这些圣人啊，也就是父母师长啊，这个圣人啊就是老师师长。啊，那你杀父母、杀阿罗汉、啊、阿罗汉就是师长，啊，圣人啊，就是包括师长啊在里面。那么这个呢，犯了逆罪了，啊，犯了五逆罪，啊，这个不可悔罪啊，那么跟五逆罪呢，那五逆罪呢是最严重的。啊，都无间地狱的啊，国法佛法都不能容的啊，犯了这个罪呢啊，就不能出家了啊，不可以出家了啊。这个后面呢，我们还会看到这个注解啊。第二个呢，盗取他物值五钱啊，就是不宜取。人家没有同意呢，我们就把它拿过来啊，占为己有啊。这个价值呢，达到五钱呢，那就犯上品不可悔根本罪。那这一条戒呢是最难守的啊，很容易就犯了上品不可悔根本罪啊。因为五钱呢，啊，不管古代现代呢，你怎么计算呢，它的价值都不是很高的啊。
达到这个五钱的价值呢，就换得不可悔了。所以弘一大师讲啊，这条戒呢，他自己都没把握啊。如果没有把这条戒的戒相啊了解得非常清楚啊，很难去持这条戒。第三呢，邪淫入道，你有三处，难有二处。这个邪淫呢，它是入了这个道，那么就构成这一个。不可悔根本罪，那么女众有三个处所，男众有两个处所，这个就是邪淫。第四呢，妄语向人说正果，乃是罗刹来到我所等彼灵境，那就是犯了大妄语，未正言正，自己没有正果了，骗人了，说他正果了。乃至呢说罗刹啦，什么这个鬼神啊，都听我的命令啊，都来到我这里了。目的呢，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故意啊制造这个大妄语啊去欺骗人。彼灵解，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理解了，他明白你讲话的意思了。也就是呢，他接受你的妄语了，以为是真的了，那么这样就构成上品不可悔罪，那是大妄语。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标题，这里是讲上品不可悔根本罪。下面呢这个表是中品可悔方便罪，还有下品可悔眼方便罪。一杀人不死后因事死者，乃犯不可悔罪。发心欲杀人而未杀，这个是第一个。是杀生，那么这个还是以杀人，做一个主要对象。那么杀人呢，是拿刀去杀人或用其他的武器去杀人，但是人呢没有杀死，人没杀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近就是靠近了，不可悔了，近方便罪。那么这里小智又补充说明，若后因事死者，乃犯不可悔罪。那么这是杀人呢，没有当场把人杀死，没有当场死，但是后来啊，也是因为呢被杀这个原因死的，这样啊还是犯了不可悔罪。如果他没有死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悔近方便罪。如果杀的当场没有死，但是过了几天因为呢被杀伤重而死，那么还是犯了不可悔罪。那么下品可悔远方便罪，就是发心欲杀人而未杀，有这个动机了，心里起心动念了，要杀人了，要那个人的命了，但是实际上呢，他没有去杀。那么这个劫罪呢，是属于下品可悔远方便罪，也就是还距离这个不可悔呢还很远，他只有起心动念，也就是呢，他没有构成这个事实。第二呢，道，取而未离处，花心欲道而未取，这个道呢是偷盗，偷盗呢就是取，有去动了，但是呢没有给他拿离开那个原来那个位置，去动了一下
啊，那么这个是中品可毁尽方便罪。啊，离就是说还没有移开，啊，还没有拿走，啊，或者是他偷了还没有得到，啊，那么这个是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下面呢，啊，发心欲道而未起，发心是有这个动机，有这个念头，啊，想要去偷盗。啊，想办法呢，啊，去偷取别人的财物，啊，来占为己有。啊，我们一般讲要占人便宜了，啊，想要占别人便宜，啊，有这个心，但是呢，实际上呢，他没有去盗，啊，所以发心欲盗而未取，啊，没有实际上去取，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毁远方便罪。三邪淫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发心意淫而未淫，这个是第三条邪淫。二身合合呢，啊，就是两个身体呢抱在一起，啊，那么止而不淫，啊，只有抱在一起，啊，但是呢还没有入道，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那么这个二身合合呢，前面讲过啊，有女有三处，男有二处，这个包括呢同性恋的，啊，包括同性恋的啊，这个二身合合止而不淫啊，那么这个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下面呢，发心意淫而未淫啊，就是有这个淫欲这个念头啊，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啊，就是身体上啊没有这个行动啊，那么这个是劫下品可毁远方便罪。是妄语误说而未遂本心，说不了了，前人未了解。向容痴不绝语，则说发心欲妄语而未言。这个是第四条呢，妄语误说啊，误就是错误的啊，而未遂本心啊。这个误说我们前面经文学习过啊，他要骗人家说他证阿罗汉果了，但是心里是想要骗人家说他证的阿罗汉，啊，结果他讲出来话呢，讲错了，错误了，啊，讲成阿修罗啊，那这个未遂本心，那讲错了，啊，那这样啊是劫中品可毁尽方便罪，啊，或者呢，他要打这个大妄语，说不了了，他说不清楚。啊，前人未了解，前人就当前呢，啊，他现前听他讲的这个人呢，啊，听了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不了解，啊，但是呢，他是要打这个大妄语的，啊，这是第二种啊。那么第三种呢，向容痴不绝语则说，啊，前面就是。一个是误说啊，未遂本心；第二个是说不了了，他自己没说清楚，那人家呢也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的意思啊。或者呢，像那个耳朵聋的人讲，那个耳朵聋的人他听不到啊，啊，他讲的等于对他没有影响啊。痴就是愚痴的人啊，他是非善恶分辨不清楚，讲了他也不懂。啊，像对这个老人痴呆的人打这个妄语，啊，或者呢，像不绝语则说，不绝语就是不懂得人的言语，啊，比如说像一条狗啦，像一只猫啦，去骗他说他证阿罗汉，那个猫他也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啊，这是不绝语的。
那么另外人呢，人也有不绝语的啊。现在呢，我们知道了这个地球上啊，语言很多啊，特别我们中国这个方言很多，但现在呢，这普通话呢就比较普遍了。但是如果你到外国啊，你去给外国人讲你证阿罗汉啊，那个老外呢他也听不懂啊，除非他学中文啊，你骗他你证阿罗汉果呢，他也不知道啊。那么这样啊的情况呢啊，是犯了中品可悔尽荒变罪。为什么这些人他听不懂，他没有受骗，也觉得这个中品这么重呢？因为他这个就实际上要去打这个大妄语的，但是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但实际上呢，他已经这个话呢说出来了，有这个心也说了只是那个对象他没受害因为他听不懂他也不了解没有受骗但是呢这个罪还是很重是中品可悔尽荒变罪。下面讲花心欲妄语而未言花心就是想要打妄语但是还没讲心里有这个念头了，那么这是结下品可悔远荒变罪。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是等流罪中品可悔等流罪，下品可悔等流罪我们先看中品一杀天龙鬼神杀不死，下品可悔荒变罪。杀畜生、杀蝇蚁蚊虫等，即用有虫水者避而这是下品可悔等流罪。二盗取他物，值不满五钱这是结中品。取他物值三钱以下这结下品可悔。三邪淫入一处非道这个邪淫呢只有中品可悔等流罪没有下品。四妄语向天龙鬼神说，或向劫语畜生说正果等，比灵解。向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旋风土鬼赐予罗刹等，故为等流。小妄语又两舌二口其余等，若言不了了则犯下品可悔荒变罪那么下面的这个妄语呢，向不绝于畜生说正果等这是结下品可悔等流罪。那么这个等流呢，等是等同，流是同一个流类就是跟那个相等的那么第一个呢，杀天龙鬼神这个杀天龙鬼神杀不死如果杀死了，这个就结呢中品可悔等流罪如果杀这个天龙鬼神呢没有杀死那么是结下品可悔荒变罪。那么下面呢是杀畜生杀这个畜生那杀畜生就很多了这个鸡鸭鱼啦牛羊猪啦那么包括呢杀这个苍蝇啦蚂蚁蚊虫等等蟑螂这些的以及用这个有虫水喝这个水呢是有虫的水也是一样结这个下品可悔等流罪这个是结这个罪这个都有等流罪的第二个盗取他物值不满五钱偷盗呢，但是它的价值呢还没有达到五钱这是中品可悔等流罪。取他物值三钱以下这个价值呢是三钱以下的，
那么结下品可悔等流罪。学云呢，入一处非道，非道就是前面经文讲的。这个男有二处，女有三处，这个是四道，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就叫非道，在身体其他的部位呢行淫的，这个叫入一处。那么犯了这个呢，是结中品可悔等流罪，这个就没有下品的了。那么这个第四妄语呢，就是这个向天龙鬼神说或者向劫语畜生说正果等那么向劫语就是了解人讲话的畜生说正果等像现在呢有一些训练那个鹦鹉啦八哥鸟那些那个鹦鹉你叫它讲话呢他也会讲那么这个像劫语的畜生说正果等比灵解就是他接受了他也理解了这个就结中品可悔等流罪。像人说旋风土鬼来自我所这个前面是讲罗刹等。那么此地讲旋风土鬼是次于罗刹故为等流这个跟这个罗刹呢同一等的同一个流类的就是同样这一类的那么小妄语呢前面讲的就是属于大妄语那么大妄语呢前面这种情况是结中品那么小妄语就是除了大妄语之外呢通通包括在小妄语反正你骗人的就是小妄语但这个小妄语呢这个轻重也差别很大就看它的影响的面影响的时间那么受害的人呢他受害的程度浅深这个当中呢差别也非常之大但是在这个戒上来戒来讲就是小妄语呢你不是大妄语是结中品可悔等流罪反正你骗人的是可以忏悔的中品可以忏悔的那么两舌二口其余等那么这个都是结中品中品可悔等流罪等流呢比如说这个小妄语两舌二口其余那么这个都属于归在妄语里面归在妄语若言不了了之犯下品可悔方便罪如果呢这个小妄语两舌二口其余呢讲的不明了言不了了不明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中品是算下品下品可悔方便罪像不解语畜生说正果等像不懂得人的言语这样的畜生去给他说自己证得什么阿罗汉果了证得菩萨果位了那么这个是结下品可悔等流罪那么下面呢就是第五饮酒中品可悔根本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或缺一缺二饮之能醉人者下品可悔方便罪一饮而未厌下品可悔等流罪凡作酒色酒香酒味饮之不能醉人者但体是酒那么这个是第五条戒酒戒
中品可毁根本罪啊，这个是饮酒啊，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这个三种啊，缺一个或缺两个，但是呢，喝的都能够让人醉的啊，那么这个节中品可毁根本罪。那么下品呢是欲饮而未咽啊，要喝呢，但是他没有吞下去。啊，到嘴边啊，它没有吞下去，啊，这个是节下品可毁方便罪。那么等流罪呢？下品可毁等流罪呢？凡是做酒色、酒香、酒味，啊，有那个酒的颜色，也有酒的香味，也有酒的味道呢，但是喝了，它不能不会醉的啊，但是它的体就是它的这个质啊，也是。也是酒，啊，那么这样结呢？下品可毁等流罪，啊，啊，等于呢，犯了酒戒啊。那么这个表解呢，啊，啊，后面呢，啊，还有这个五戒罪相啊，我们给它念一念啊。五戒罪相表解如此啊，上品不可毁根本罪。四重戒犯罪要件居足成犯，中品可毁根本罪，如饮酒一戒所摄。可毁方便罪，方便出发心到犯根本前之种种作为。可毁等流罪，等流类似之意，如杀戒之杀天龙鬼神。下品可毁方便罪，如发心欲杀人而未杀，可毁等流罪，如杀畜生等。啊，那么这个方便罪 啊就是从出发心到犯根本之前啊，种种作为啊，都称为方便啊，分为远方便、中方便、近方便。啊，等流罪呢，等是等同，流是流泪，啊，等同。一个流泪的，那么这个表呢，给我们列出来了。例如杀天龙鬼神，那等于是杀人这一流泪啊，因为两方面呢都具备了这个杀生之法啊，所以同一流泪，故称等流。好，那么这个。啊，下面还有广化老法师呢，这个引用这个《正法念处经》的啊，这个苦役十六段啊，也是摘录五段啊，来给我们啊补充说明啊，那么我们这个经就圆满了啊。今天时间到了，那么这一段呢，我们下一次呢啊再跟大家报告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